家好，在完成室内的场景后，可以开始思考窗景为素的室外景色，是不是能为作品加点分？周围建筑、人车、街道家具、山景、海景、天空，都是能加入到窗外景色的行列。在我们建完模型，也加入材质与物件库中的家具、人物的模型后，就要开始想怎么让作品能在拟真度上更成熟。在 Inkscape 画面中，会看到外部的环境、光影与材质，但如果没有经过设定，周围场景只会是一片荒芜，除了天空、阳光与地面，其他什么都没有。这就要靠我们自己去建模，或是使用其他的辅助功能去完成场景。今天我们将介绍两种方法，一是利用地图建立 3D 都市环境，模拟真实环境中建筑的楼高与街道位置，另一种是透过 HDRI 来模拟环境，并加入各种不同天候的光源环境，让拟真效果更上层楼。打开视觉设定，切换到天空，这边有许多可以设定的参数，可以开启全白背景，或是透过不同的环境影像创造周围环境的背景，这些就是今天影片会调整的地方。当然我们不会只使用官方的资料，更多的使用手法在后面，我们就开始吧。首先，先来介绍一下外部环境制作的概念。从室内往外看，会有室内环境及室外环境两个层级，而室外环境又可区分近景、中景与远景。近景就是在窗边、门外有的物体，可能会是人物、植栽、移动式家具等，而中景可能包含街道家具、车辆、道路、面前建筑物等，远景则包含天空、后排建筑物、山海地形等自然景观。换个场景来说明，想象当我们在室内空间取景拍摄时，会有人物主角、室内摆设，这些是我们设计的重点。但当有窗户能够看到户外景观时，前景的家具、道路、中景的植栽、建筑及远景的山与天空，这些就是我们考虑构图的因素，整个完善了才能让空间看起来更真实，画面更完美。而今天我们的两种做法，第一种是使用地图生成都市 3D 环境，这会包含中景的道路、面前建筑物及远景的后排建筑物、地形。我们先到 Inkscape 视窗中找到基地环境 Site Context， 接着按下下方的橘色按钮，就会跳出类似 Google Map 的画面。地标点位代表建筑位置，范围框代表要下载的基地周边环境范围，框越大就会下载越大的面积，当然资料量也会大很多，所以自己衡量所需范围就好，也不用太贪心框太大区，以免影响软体效能。橘色地标点位记得要移到适合位置，最好是空地，把范围框拉动到合适大小，建议最好让建筑位置在整个范围框接近中间处，比较不会让某一侧感觉特别空旷。接着按下左下角橘色按钮，等候下载。这边有时候会花一点时间，等进度列到100，就能在户外看到街道、街廓及建筑出现在场景中。接着就要把建筑的位置跟方位做点微调，按下左侧栏的编辑列，找到 Edit Site Context， 进入后预设在移动模式，只要按住滑鼠左键拖动画面，就能微调建筑位置。改点选左下角的旋转模式，就能输入角度，或使用拉杆调整建筑方位，让开口接邻道路或是设计时正确的方向。完成后按下右下角橘色按钮就能完成设定。这时当我们从室内往外看，就能看到远方的建筑背景，且阴影也会随着时间与建筑高度影响到室内的阳光照射强度，看起来会更真实。这些都市模型都只有在 Inkscape 中才会启动，如果回到 SketchUp 中是完全不会有资料的，所以我们很难从 SketchUp 中放置近景及中景的物件模型。这边就要用到 Inkscape 中的物件放置功能，才能方便的建立近景与中景的物件。首先点选 Inkscape 视窗上方的物件库按钮，打开物件库，这边跟 SketchUp 中的内容相同，分类与标签也都相同。从上方的类型中找到车辆，我们先放置中景的物件，点选适合的物件，到道路上点一下，就能放置。
这时会看到物件都是白色的简化模型，这是正常的。等我们完成后，就会变成正常带有贴图的模型了。我们刚才放置的车辆预设方位是错的，所以我们要切换到旋转模式。接着点选物件后，就会出现旋转的轴线环，按住拖动即可旋转物件角度。当全部的物件都放置完成后，记得要点选右下角的橘色按钮，才能完成放置。现在的车辆贴图就恢复了。当我们再进入到室内，就能看到远景的建筑与中景的车辆，让画面更有层次。再来，我们就用相同方法，依序把中景与近景的植栽或其他物件加入到场景中。在放置物件时，也可以利用左下角的大量放置选项，有框选、圈选其油漆桶的方式大面积放置，可以加速摆放速度。如果有些物件放置位置或角度不满意，在个别微调即可。选择物件时，建议不要都只放置同一种模型，可以多找些不同样式及大小的物件，交错摆放，就能让画面遮挡更完整，且不会太过死板。这时从室内往外看，就能看到前后景物的差异，但当走到户外，就会感觉到一些不合理的地方，植栽直接种在地面而没有土壤或草地。这时我们要回到 SketchUp 中，增加地面的模型，这时会看到刚才摆放的物件，就像我们过去在 SketchUp 放置模型时相同，会有白色的简易模型。依照这些模型的位置，我们在建筑外设置一片草地，先画一个矩形，接着加上草地材质，让植栽在地面上更合理，且能为画面带来更多色彩变化。而前景接近建筑的地方，设置与草地不同的铺面，增加层次，也更清楚说明周边环境的样貌。过程中可能因为地形而让草地隐藏到地底，或是植栽漂浮在空中，也可以趁这时候稍微调整一下，让场景更贴近真实。虽然我们的画面多以室内为主，但有时候跑动画可能会不小心看到一些没注意的细节，就会让作品失分。这样画面是不是比过去的白色背景要真实多了呢？第二种方法，我们要使用 HDRI 来制作背景。 HDRI 根据维基百科的资料翻作高动态范围成像，其实可以简单理解成拍摄三张照片，一张是标准亮度，一张特别亮，一张特别暗，再把三张照片合起来让亮度平均。此外， HDRI 会拍摄360度像 Google 街景一样球形的画面，所以透过这张图片就可以模拟远处的背景。开始做之前，首先上网搜寻 HDRI， 能搜寻到的网站非常多，依照使用性质不同，有些需要购买才能合法作为商业使用，有些则是完全开放的 CC0 开放使用。当然，如果能力范围，还是可以透过购买或捐款，让创作者有更高的创作意愿，这样未来大家才有更多好的资源能使用。这边我们推荐使用 HDRI Haven， 这网站非常大方地提供了 CC0 授权的 HDRI 档案。左侧有各种不同分类，依照自己需求找到喜欢的档案。点进去后，就会看到可以下载的连结，有不同的解析度，一般建议 8K 应该就很够用了。下载后会有一个 HDR 档案。这些其实就是图片档。接下来我们回到 Inkscape 视窗中，打开视觉设定，在天空的选项上找到第一个下拉选单，选取里面的 Skybox， 接着点选中间的小资料夹图示，再找到刚下载的 HDR 档案，就能把档案挂载到场景中。挂载成功后，就能看到远方天空变成我们选择的 HDR 样式，是夜间的天空。这时还是会有些不合理的地方，就是我们的阳光与阴影方向不太准确。可以打开第一个选项，让 HDR 中的最亮点当作是太阳的位置，这样光影看起来就会比较正确。中间的拉杆可以旋转 HDR 的位置，想象我们被包覆在球体中，而这就是让球体旋转的功能。如果想要更换 HDR， 只要再重复一次之前步骤，点选资料夹图示，找到要使用的 HDR 档案，就能更换。这次我们来更换成白天的场景，
场景中有街道、建筑，跟我们的场景感觉更相似，也能弥补一些单色远景建筑造成的虚假感。再来透过旋转角度，找到最适合我们的背景画面。在挑选 HDRI 的时候，也要注意跟自己的主题是不是相符，否则就可能出现都市中建筑物出现在沙漠里面的情形。当角度与亮度都调整到合适的数值之后，接下来我们从室内的角度看户外，就能感觉到远景的丰富感，但原本放置的都市街景与 HDRI 内容有明显落差，所以我们回到都市场景功能，把都市场景先关掉。如果原本没有建构前方的近景与中景，这时候 HDRI 原本的地面就会直接反映在场景画面，可能会让周围环境与场景不搭调，或是因为拍摄角度的问题让画面变得不真实。所以在使用 HDRI 这种方式建立场景时，千万要仔细地做好前景与中景，才不会露出太多破绽。如果有些太明显的边界或瑕疵，用些前景的植栽、人物或街道设施遮挡就能掩盖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请帮我们按赞、分享，也别忘了订阅及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下次见。